千万别让德云社上综艺。阿拉丁有三个哥哥，他的哥哥叫什么呢？阿拉甲、阿拉乙、阿拉丙啊。我是宗哲，出门不捡钱就算丢。有伴儿，就是穿脚上暖和的呗。哎呦，我还挺喜欢袜子，袜子不想带走了，家冷，让他洗，我是喜欢。高端的比赛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心眼。你这里可以做生意吗？你要做什么生意啊？就是我把你的盘子拿走。这个游戏算是让老孟玩明白了。我这有一个私益书店，那书店你们怎么合的股？你书店是我出了10000，合什么股？我没接到这种通知。那这系统自动扣。那好好说吧。别人参加毛血旺都是带着礼物来。杨九郎却像极了来进货的海涛哥，给你们那个今日高兴，我这个不错，一会儿你们能拿走。我要喝一可乐，喝百事，那里有，喂，要无糖的。亲啊，你加这么多可乐了？太老粗了，拿一下走啊，拿走。真是会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。那个什么，我出门呢也比较仓促，然后呢我就到你家门口给你买了一个吃了20年的。果然说相声的哪有好人？走吧，孟哥啊！我背个包啊，我里面装点圆鱼粥。这人说啊。这边不能从我这边拿走东西啊，是吗？那这个还给你，这里面这个东西我拿走了。不懂就问，化掉地上会罚钱吗？我把这个瓶盖从这个手传到这个手来，两个手不互相接触，神奇不神奇？不可能。看拿，吹口气，动，到这手了，不可能。信不信？不信。不信，唰，又回来了啊！谢谢各位。一些捧哏的 DNA 动了，你们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扑克牌吗？实际呢？实际它是的，非常普通，它是富含了魔法的扑克牌。哎，它其实非常不一般。我已经这一口气哟臭了。论捧哏的职业素养，张九南早上出门遛狗，突然发现这狗跟他说：“得了，我不遛你了，咱回去吧。”这个不错不错，都声音都他们声音都挺洪亮的。就没有怼的接不了的梗。张九龄有天起床走到镜子前，发现自己家的镜子碎了，碎了一地，低头一看，两只脚底下踩的全是镜子渣。一般也可以说玻璃碴。丁霄贤大型被拒绝现场。什么愿望吗？很可以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小了，你看那丁霄贤，你结婚了吗？那不行，我有男朋友，我有男朋友。我是让他拒绝了吗？对。